其實早啲到都有好處嘅，可以睇到發哥剪彩嘅，仲可以第一時間見到葉子薇同埋佢個男朋友添，又拖手又攬住，咁你唔驚啊？林國斌呷醋啊？唔驚，我同阿妹太好啦，我同個個都係咁嘅，因為我嘅好處就係個個都好 friend。定哥，進行咗一個簡單而隆重嘅剪彩儀式之後咧，亦都揭開咗1992年呢個魏俊慈善夜嘅序幕啦。嘉賓咧而家亦都係如冠入場。昨晚咧仲有一個就係慈善紛紛任你點嘅環節，就係咧捐錢俾在座嘅嘉賓唱歌。終於成龍咧就大開金口，唱咗曲《你怎麼捨得我難過》，獲得全場雷動嘅掌聲。吳君如啊、吳嘉麗咧亦都係被點上台咧係歌唱嘅，增添咗好多氣氛。全場最精彩咧，可以話就真品拍賣嘅時候啦。咁啊，仲鏡頭都非常之激烈喎。吳君如咧以80,000元咧就投得呢個鳳梨小姐嘅水墨畫《雨後》啦，而發哥咧就以138,000元投得咧由鐘楚紅送出嘅《紅寶石耳環》，而啊 Jackie 咧仲犀利，係以300,000元啊投得啊徐飛鴻嘅水墨畫《奔馬》添。